当跳绳强心声带发出 set 的号令之后，身体和绳都需要静止预备，再听到高的号令才可以起绳的。如果不是就会当作偷步，那就会被取消资格的了。Jump rope for heart. Skipper ready. Set. Go.Stop.